Heiler! Du bist weit gesagt, ich heile! Ah, Heiler, diese Ding hier ist nicht sehr schön.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朋友们来到红猪给学说，今天给大家带来非常精彩的拳皇十五，大表哥的神乐千鹤对战明主的东丈，东丈感觉这灯应该说不太妙了，不是很妙了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小兰姆斯，哈哈，神乐也是阔别多年，再次回归到拳皇这个世界当中了。性能不是很突出的一个神乐千鹤，来吧，下个再战罗伯特。罗伯特第一次登场，也不是拳皇原创的角色，来自龙虎之拳，无敌之斧。哇，下中拳代 DC 确认，准备给他来一个大封印了。哎，武器，罗伯特现在被封印了，被封印了，好，终于是解除了封印。但是他的体力已经被消耗的已经差不多了，有这么多的能量没有机会用是一个非常遗憾的事情。飞大地，喂，有没有发现非常喜欢用飞大地来做偷袭的？好的，龙虎老虎打完之后再压一个起身，怎么样？小鸭，小哥想来失手了，武圣龙又没，现在。完了，罗伯特这点血量还能支撑多久？好了，小哥要为自己的任性付出代价的。行了，哦，好了，我们来看比赛，来自于亚大哥对战韩国民主，双方单挑阿修啊，这里把对的暴气。还能压多久啊？好的，来看看关键这个下段摸奖。哇，这个摸术他就是一套死，零九这套带走大表哥了。不出意外的话，零九就要拿下大表哥剩下这点血量，表哥还有不到两百血。看到天柱吗？下天柱吗？零九说：“阿西巴，气死我了。”这还可以，走，快点！
Ready?上来就是一场疯狂的压制啊！这个月14号会更新新的英雄啊，会上新的角色，就是4条厨子啊，我发了那个预告片了，一个香扑手，女香扑手，小哥现在悬了。龙战跟罗特这两个角色打起了连招，也是相当具有观赏性的。好了，那现在这套反边连段居然出现了一个绝对的失误。龙战危险了，大表看来这一灯要亮。有点难，有点难。革命无限来了，开始飞飞。真的很疼啊，真的很伤，对不对？哎，偷了个肥杂技没偷到，后 AB 跑路。完了，现在双方来到大江单挑赛了，谁能笑到最后就看这一灯。下段失手，来看看一级大表哥的阿修连段怎么样。连局在期待大表哥不要。阿修这个人操作起来比较难，有点门槛，你要非常好的一个熟练度加上一个节奏感，打不死的。好的，现在给了明九一个喘息时机，就是不知道明九这点血量能不能顶得住啊。现在明九迫切需要一个机会，需要一个代表表哥的一个大破绽。表哥现在没有能量，但是表哥有足够的血量啊。